原标题，如果给秦始皇一个地球仪，再告诉他秦国的范围，结果会怎么样？如果给秦始皇一个地球仪，再告诉他秦国的范围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一目了然了。首先，秦始皇一定会惊了个胆，话也说不出来。思量日久，发现在西边的羌和大月之再往西，还有那么多水草丰美的地方可以进去。是在统一全球的秦始皇必然有了新的目标，统一全球。地球仪并不简单是一个地图，它涉及到制图比例和规则、经纬度、面积概念、度量衡、地球物理、自然科学、社会学，甚至是宇宙认知等各种交叉学科，并且这些知识又会成为哲学、思想、宗教等思想领域的基础。在秦始皇时代，这将会是一个划时代的成果，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。为避免妖言惑众，他可能会当场斩杀进献地球仪的人。对一个还在幻想着长生不老、要的权势熏天的始皇帝，你要告诉他宇宙大爆炸、人类起源明显有上帝视角，上帝只能出现在图腾里，不能出现在世俗政权里。最大的可能就是历史会出现重大改变。从长城修建、徐福东渡等事件可以知道，秦始皇如果知道世界这么大，第一他不会征战外域，他对秦国实力有清楚认识；第二他会派人探索，为以后征讨准备；第三他会更加努力。从秦始皇这称号可以知道他多么寂寞，一统六国天下已无敌手。如果知道世界这么大，他必定会继续勤勉隐忍，秦国也必会勤勉隐忍，直到一统世界。如果这样，也许秦二世就不会灭亡，历史也将出现重大改变。我认为他最惊讶的是，绝对想不到原来所谓天圆地方的大地是一个球体，正一刻不停地围着太阳旋转，地球的中轴线是倾斜的，因此产生了春夏秋冬。尤其是这个地球的水域面积无比巨大，陆地只占20%多，它的伟大的秦国和地球相比根本不算什么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